里山迎回季要伫咧三月十五号起跑，但是实际上却在等到三月下旬才会进入的盛开期。不过伫咧阿里山半山的顶石的樱花其实已经盛开啊！伫咧路边寒冬之间，处处拢是粉红色的花蕊，伫咧枝头来盛开。加上天气伫咧山顶又还是较湿冷的情形，所以这云雾含山岚嘛，全部拢看会到，会当讲是十分的浪漫。阿里山花季虽然对三月十五号才开始，不过对第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沿途已经有真多新品种的樱花盛开，包括169线的乐野达邦定产路有樱花盛开。今年来上东联盟的赏樱区九德樱之道，对第十八线63.5公里钻入本溪湖的替代道路，大片樱花拿相当美丽。该关立饼协会的总干事吴春莹估计，这礼拜假日将是同盛开的时阵。就从2月20号左右就开始慢慢的在开，那现在3月初呢，正式进入盛开期哈。那最主要樱花开的地方哈，就是在民宿区，还有跟我们那个步道的部分哈，就是在樱之道的部分。那所开的樱花品种都是昭和樱，好，现在目前都是开粉红色的昭和樱。那今年阿管处这边也特别为我们规划了一个夜间赏樱的部分哈，就是在我们樱之道的地方哈，那夜间从下午5点开始哈，到晚上9点开始点灯，那让所有的游客哈来到这边哈，可以欣赏到不一样的美景。那夜间赏樱的部分呢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安全哈。樱之道的位在德甲乡的中和村，村长洪迎胜表示，今年特别设置夜间赏樱，从日点灯到樱花凋谢为止。另外，阿里山松南一路区的山樱和金樱等樱花也陆续盛开，路边的山坡够国宝级的一夜兰，也为阿里山的花季来加温。三星科技红家机关采访报道。